孙一枪带首长和孩子进村里弄点吃的。为啥是我？前进，目标打团村。是鬼子。戴伦，去你家。田中一旦醒来，立即让他画出孙一枪的画像。那个鬼子的剑，我的脸一定要死。开枪！你不开枪，就开。开枪吧。 坂本四郎没有回来，也不在路上，他能去哪儿呢？这会儿我估计他们也累了，没准在哪儿歇着呢。从老庙出来，这条路有三个村子：铁牛村、杨各庄村，还有大屯村。刚才我去了铁牛村和杨各庄，没发现有鬼子。坏了，这坂本四郎不会在大屯村吧？队长，咱们赶紧去吧。大虎呢？ 在后头呢，丢不了。这样，休息十分钟，一鼓作气赶往大屯。十分钟他可到不了，就他那身形跟速度，这会儿没准在哪正爬着呢。老兄，咱们这是什么时候到大屯村呢？不远了，累了你就先睡会儿，到了我叫你。 孙一枪的头像，我们就没有责任了。再来一针，有希望。太君，别开枪！太君，别开枪！太君，我是良民，太君。 把所有抱孩子的女人带出来。哎哎，过来，过来。张村长。 你们村人丁兴旺啊！敢抢的都是年头生的。太君，他们跟这猎枪没关系啊！我突然对猎枪不感兴趣了。哎呀，太君，我求你发发善心，他们刚生孩子不久，你们行行好，放过他们吧。
八嘎！你把黄金看成什么了？发情的公狗吗？再敢轻视皇军，我砍了你！太君英明，太君英明啊！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这些女人都是你们村的吗？是，都是。让他们的男人把他们领回去。田中君要醒了，快去叫长官，快点，快去！田中君，快去倒杯水，快点，快点！田中君，坚持住！田中君，八嘎！我问你，他叫什么？太君，太君饶命！我老婆她是个哑巴，她不会说话。太君，太君，我求求你了，太君呀！我儿媳妇她真的是哑巴，她不会说话呀！求求您了，罪不至死，太君开恩呐！去年刚从那铁罐村娶回来的。谢谢太君，原来是个哑巴，难怪你那么玩弄他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你们两个刚才干什么了？没干什么。他们刚才要糟蹋红霞姐。我的特战队绝不允许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做那种事。对不起，请不要拔刀，请原谅我。长官，田中醒了，田中醒了。长官，这些人怎么办？收缴武器，人都散了吧。嘿，收缴武器。闺女，吓坏了吧？我们村啊，老有经验了，什么样的角色都随时有人演。要不我们村叫堡垒村呢？东子，今天的戏演得不错啊！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儿，我当然高兴了。好了好了，都没事了，都散了吧，大家回家吧。啊，回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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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好好，慢走啊。
你说什么？啊？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田中，慢慢说。说什么？啊？说什么？田中，他刚才说什么？我也没听清楚。田中长官，醒醒！你在干什么？太君，倒水呢？倒水。我们打开水呢，太君。不用你了，出去。闪开。长官，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我说了，闪开。田中长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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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田中长官，首长怎么样？放心吧，乡亲们配合的好，鬼子糊弄过去了。怎么容易？我没有经验。一会儿就走了，咱们就踏实了。这事儿还没完，里边有个连衣鬼子，一定要死。鬼子都该死，找机会收拾他，不能着急。你不明白，那个鬼子的贱婆的脸，必须马上死。得，你们队长的事儿我不懂，你想咋干？鬼子走了，我在路上埋伏，一枪干掉他。你刚才大牛的想法，我信。八哥，长官饶命！长官饶命！田中，明明已经醒过来了，怎么还是死了？长官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田中军失血太多，身陷也难救啊。我说过，他是你们陪葬。长官，滚开！我要杀了这两个废物！长官，田中殉国要怪武工队，不能怪他们。这下放心了吧？长官，请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求你了。天寿，看看再说。把尸体带回去。笨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等下你去验一下，到底是真死还是假死。田中君，我会给你报仇的。集合出发。嘿。哎，停一下，太君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八嘎，你想干什么？鬼子们还挺悠闲。看着就来气。看见老孙没有？首长被抓了吗？狐狸，能想点好的吗？我是担心他们。太君息怒，我有话说，我有话说。说。报告太君，我们本地习俗，村里死了外地人，要撒上一把本地的泥土给死者安魂。帮死者安魂？对，要不然
死者的魂不就散了，回不到故乡，永世不得超生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鬼话！滚！还是入乡随俗吧，我不想让田中成为孤魂野鬼。长官，这种鬼话你也信？嗨，行吧。哎，二牛，来来来，过来帮忙。二牛。红火怪县令，天门开，地门开，太君红火怪归来，开地门，接他来，开开太门一开，天灵灵。太君洪波来显灵，地门一开，洪波归来，急急如律令。关地门。太君，这位太君的魂魄已安，可以超度了。很好，你对皇军很忠诚，不愧是治安模范村的村长。谢谢太君，我继续努力。以后那个火铳就不要再造了。啊，明白，我们村以后都不打猎了。嗯，很好，出发。哎，太君，我去送您吧。鬼子们在集合了，好像是要走了。注意隐蔽，不准轻举妄动，是吧，队长？准备战斗。我再重申一遍，如果首长被抓了，玩命也要把他救出来。这小心谨慎的是你，随便玩命的也是你，我还真琢磨不透你。一百次的小心谨慎，有可能就为了最后一次玩命。这句话，好好琢磨吧。队长，这玩命没问题，但有件事我挺好奇的，能不能问啊？不能。问吧，我也想知道。那我问了，队长。你说这首长一看就是普通老百姓，为啥鬼子非要抓他？而且见到牌付出这么大代价，再大的代价也要救，他配得上。如果被抓的是我，你也会带着大家救我吗？会的，哎，我肯定玩命救啊。记住，女同志，千万不要落在鬼子手。放心吧，队长，有我呢。鬼子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孙一枪啊？没有，那个好像是村长，跟鬼子聊得还挺欢。那是好事儿啊，说明这坂本四郎根本没有发现啥。不一定。要是发现什么了，那能是这种场面吗？发现了，也可以装作没发现。
不给你抬杠了，反正你也输不起。张村长，要多多的注意，发现游击队立刻报告，皇军重动油厂。请太君放心，如果发现了游击队，我会亲自帮了，给太君送去。很好，你的良心大大的好。谢谢太君。站住！臭小子，放我哨睡觉，鬼子进村都不知道，你差点害死了游击队的同志，我……哎，舅舅，别打了，我下次不敢了。不是，舅舅，舅舅，舅舅，别打了，舅舅。舅舅，算了吧，今天总算是有惊无险。小兄弟，嗯。这放哨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以后可不敢偷懒睡觉了。啊，你要早点发现了鬼子，我早就把首长和同志藏起来了。啊，你要出了事，拿什么还？大不了跟他们拼命。什么海嘴营？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这，村长，今天呀，多亏了你和乡亲们，总算没有出事儿。鬼子案件多了。别看他们气势汹汹，其实也好糊弄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去看看首长，队长一到，我们就走。哎呀，就踏踏实实的吧。我去准备饭，等同志们来了，吃饱喝足了再走啊。这不太好。哎呀，走走走走。乡亲们果然骗过了坂本四郎，我们可以下去了吧？人都走了，不急，让鬼子先走。报告，头脑联系到了。长官，八路的司令跑了。为什么？武工队突然出现，中岛他们措手不及。武工队真是阴魂不散。中岛还没有剖腹自尽吗？他在特战队等候发落。长官，抓武工队以后还有机会。不用以后，今天就是机会。今天？那些自作聪明的农民，以为会骗过我们，真是自不量力。他们骗了我们。那个装哑巴的女人，就是尖刀排和武工队要护送的人。而那个村长外甥，说出来会吓你一跳的。长官如何知道？太多的细节了，可惜你没有这种观察能力。请长官指示。那个女人脸上虽然涂抹了黑锅灰，但是她的手指皮肤细腻，不可能是农民。恕我冒昧，有些农村女人天生细皮嫩肉。那个女人抱的孩子用的裹布，最里面的一层是上等的丝绸。那样的货色，别说是在农村，就在我们定西也见不到。中国农民太狡猾，我们应该通通把他杀掉。我们现在就去把他抓回来。高风亮，把这个女人留在大屯村，自己赶去救人，她还是要回来的。这是多么好的机会，
如果我们现在去抓人，就是打草惊蛇了。我们可以先抓人，然后在村里埋伏，坐等高风亮。你不了解高风亮，他这个人非常的谨慎，非常的狡诈，他不会贸然进村的。李腾，我们前行半里路后立刻返回，越过山路秘密返回大推村。嘿，鬼子没。队长，鬼子没影了，咱进村吧。不急，再等等。高队长，你也太小心了吧，这坂本四郎都走了，这是咱的堡垒村，你怕什么呀？咱们队的规矩就是谨慎，不管哪个村。队长说的对。受不了你，耽误任务你负责啊？当然是我负责，武工队的一切都是我负责，包括你。你也太专制了吧。专制这词儿好像安在敌人头上比较合适，怎么安在我头上了？我的意思是说啊，你别太自以为是啊，你也问问大家伙的意见，这叫民主，懂吗？不懂。我就知道整个武工队都听我一个脑袋指挥，大家的安全才有保障。那既然这样，你干嘛让我这个副队长来呢？不是我让你来的，上级非把你派给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高风亮，完成这次任务就走。我没意见，只要组织上批准。队长，这事儿我觉着吧，没你事，下去侦查一下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必须见到孙一枪。是。我明白了，长官暂时隐忍是为了让武工队全部进入村子之后再收网。主要还是为了高风亮，他是武工队的灵魂，抓不到他，武工队永远无法殉情。我刚才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他们放松警惕，包括让田中装死。啊，当然，田中不死，那个所谓的村长外甥就不会放心，一定会跟踪我们的。差不多了。李腾，我们沿着小路返回大屯村。嗨，孙子兵，还真是一切正常。你什么意思啊，高队长？你觉得应该不正常是吧？我不是这意思。那你刚才还说……哎，大虎怎么回事？怎么没影了？我去找他去。不用，我们进村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报告上司，你们刚走不久，有一个人先进了村子，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，这个人又回到了村口发了信号，然后又有三个人进了村子。他们的外貌看清楚了吗？看不清。
继续侦查。嘿，长官料事如神，高风亮果然派了侦查员。兄弟，咱能不能快点？我这着急去大屯村呢。行。既然谭白已经全部进村，长官，冲进去吧。没那么简单。这小小的村子，却有四条通往深山的道路。我们封锁住正面的主路，那三条小路怎么办？兵分四路包围他们。四面出击，四面漏风。嘿，命令中岛、西野和高平带着部队全速赶来，各自封锁一条道路，等他们到位以后再收网。嘿，长官，他们赶过来还需要时间，万一高风亮跑了呢？密切监视，如果高风亮不动，我们也按兵不动。如果他要走，那没办法，立刻进攻，打死一个是一个，抓住一个是一个。明白。每条路派一督小组守着，每隔五分钟报告一次情况。嘿，那是什么？兄弟，咱能不能快点？我这着急去大屯村呢。行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日本人，前面有日本人。咱还是掉头吧啊！哎，走。让我下来。哎，兄弟，你是游击队吗？俺就是个种田的。你看，我也不是游击队，你也不是游击队。咱现在要是掉头走了，那日本人不得以为咱是游击队呢？不是，听我的，走。我直走了。走吧，快走。行。不是，大哥，大哥，你藏啥呢？我的辛苦钱，咱不能让日本人给我抢走了是吧？大哥，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啊？我都要，走，我叫。站住！站住！太君，别开枪，两米。太君，一弟，我们走一趟。太君，我今天回去还有急事儿。八哥，太君，我去，太君，我去。喂，车上的。爹爹，哟，太君，打车。太君，我跟他一样，都是良民。八哥。
你干什么的？刀啊，不是刀，切菜，切菜的刀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！阿甘，我问你干什么的？杀猪的。没名分。巴掌。杀猪的，杀猪。阿甘。我看你不像良民。大人的情况就这样，我也是豁出去开着了一枪，当我瞄准时心里有数，就算是打不中木头也不会打到人的。村长，哎，麻烦您给我倒碗水喝。哎你们是哪支游击队的？我还真没见过。村长，哎，您怀疑我吗？哪儿啊？你们一看就是自己人。村长，啊，我们是支秘密支队，这位啊是我们高队长，其他的你就别多问了。好，明白明白。好，水这就来。啊。其实最危险的不是开枪，而是田中醒过来，差点就喊出来了。幸好没来得及说啥就死了。冲你喊的时候，坂本四郎在不在？在。高队长。看我孩子的眼神怎么跟日本军官一样啊？坏了，出事了！太君，太君，死伤无忌，死了死了的！哎哎，太君，太君，我说了，这不是武器，这是我吃饭的。太君，他真是我俺们村的，他真是一个杀猪的呀！太君，刚到土菜菜哦，再来点。我妈我苦了些，这三年苦，他白了你，瞧到你。哼，西克西，撒头一个，哈里的，塞土嘞，塞亏西。这个吧，后来是个红军西乌鲁比，后来给的个，顶个是掉个，后来是的，昨天没你个，昨天没。哟西。绝对应的，怕一些了。辛苦啊，我嘞，上车。别，哎，别，哎，不是，太君，咱们这人太多，这马车他拉不动了，马会累死的。阿甘，你的，下面牵着他。嗨，啊，把他拴到车后面去。对。太君，我是良民。阿甘，良民呢？太君，你说别了你。走。走。哎。哎。你就这么肯定坂本四郎一定有阴谋啊？刚才我假设自己就是坂本四郎，发现破绽太多了，坂本四郎就这么走了，打死我也不相信。破绽，比如呢？咱先说孙一枪的问题，戏演的太过头了，这方面以后你多跟狐狸好好学学。过头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哎，老孙，你这枪法天下第一。啊，以后这种任务啊，咱俩换一下，啊。高队长，讲点实际的吧。实际。把你的手借我用一下。你们看。哎，队长，人家是女同志啊。细皮嫩肉，而且小拇指上的指甲油还没洗干净。这像本地农民吗？我洗过的。这事儿不冤，这两件事太多，你顾不上这些。
最要命的是这个。你这高档货从哪儿买的？上海。上海。队长，这坂本四郎能有你这么细心吗？他不是蠢猪，是猎犬。我断定他在演戏。干嘛演戏？他要是真发现是首长了，干嘛不直接抓他？也许他这次太贪心了。现在只能是猜测。高队长，换好了。来来来，你们看，这是村口的主路，另外还有三条小路也能逃往深山。嚯，画得够详细的。